我不做隔壁了，我好多年真的，我不做隔壁了。现在杨哈比比，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。我昨天给我朋友打电话，我说我已经到武汉了，他说你吃过燕子味汤吗？我说没有，他就说那就你别来武汉了。我勒个去，我一天我赶紧找燕子味汤，咱们去看一下味的价格感觉怎么样？走。 你们好，呀哈比比，你们好，他们这个汤你吃过没？我也来体验一下。老板，你们这边是不是做那个燕子味汤 ？Yes。 你给我来一个。再来一个。对。来自哪里？伊拉克的。现在没石油了，他们把石油喝完了。美国人太坏了。那就我来个萝卜牛肉汤。OK。 哇。 这个什么东西？鸡汤。这个是鸡汤。鸡汤也来一份。哦，这个里面有粉条，是不是？我也来一个粉条鸡汤。娘子，你吃得完吗？应该可以。老板，你做了多少年了？17年。17年了。哇塞！你住这里？哇，这个大家一起拼桌子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太有意思。来吧，您可以出来在镜头里面吗？啊，他第一次见面，拍到你。谢谢你。哎呀。 我们感受一下家人们，这个是鸡汤，还有粉条，清淡的。<笑>你好，你好，咱们互相都拍，看看谁拍的好。<笑>然后这个是萝卜牛肉，来吧。我们先吃牛肉的，来吧。 非常棒！哇，这个汤还有一点微辣。这个就这样吃吗，老板？不加米饭，不加点什么东西吗？要米饭。有米饭吗？有啊。那我就说嘛，缺点东西。<笑>那就我来点元素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嗯。 哇，这个汤喝一口就看出有一个大夫进来了，他边有营养的那种吸，营养的应该怎么说呢？营养的吸，这是谢谢，养生的。我喝了一口，看出有一个大夫下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不做隔壁了，我好多年真的，我不做隔壁了，现在。没错没错。来了，太荣幸了。 我们喜欢看你抖音，感谢我们一起加油做的更好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加有，谢谢谢谢，感谢。那你是一直在中国？我一直在中国，进来了以后就爱上了离不开了。<笑>那你就在中国定居吧。我一直在努力定居，我不想半定居，我在努力为中国做有意义的人，然后呢再定居，我觉得这样的才有权。可以。<笑>他走呢，年轻多付出一点。对。我把这个肉磨到跟米饭一起吃，真的很香，来吧。 哇塞！我这两天家人们在同城绕了一圈，再看一看武汉有什么好吃的。我发现武汉它不是一个湖，也不是一个江，是一个大海，里面的东西还挺丰富的，真的。嗯，它里面的辣度啊，家人们有那种很细的辣。哦呦！ 如果有饼子就完美了。是啊，大饼有。我去，这可不可以。这个挺好的，这个多少钱，老板？2块钱。感谢。哇塞，拿了饼子，要不你来一半，你们可以跟他一起吃。真的。可惜了，我想把这个饼子跟汤放到一起。<笑>我还好。<笑>那肯定的，老王是不会浪费。不浪费娘。不浪费，不浪费，来不。 好吃，哎，哇，真的好爽！你们看，家人们，嗯，你们看这个冰粉，你们看，就特别像一个蛋糕一样，嗯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太好吃，嗯，哇，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幸福。 并且有两裤子的味道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<笑>伤的有点过分了。嗯
这太舒服了吧。我是真的不喜欢吃萝卜的人，但那个萝卜已经冻了感觉30年了，拿出来特别烂烂软软的。然后这个汤有牛肉的香味，原汁原味那种感觉特别明显，还有萝卜的本质的味道融合到一起，喝一口出人命的。走了，祝你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感谢，真的有你们的陪伴，我一定加油做得更好。感谢，祝你们一切顺利，再见。刚才桌子那么多人，现在我一个人了。我以为只有鸡汤，结果真的鸡也很给力啊，真的来不？就这么能。哎呀，哇，你们看下面这个鸡肉已经摆烂，你发现了没？哦哟，你们老说热干面，原来武汉的热干面是海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鱼。哎呀，厉害了武汉。这个太可爱了，这个放在嘴里，家人们不用有任何压力，然后呢在你的嘴里面就断了，太舒服了。这个吃饱饱的啦。我们花了多少钱，老板？我请你喝。不，请你喝。一码归一码，真的。请你。你给我打个折也行，好不好？我自己加的，请你喝了，真的。我们中国人好客，是的，是的，我请你喝。那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，我吃的这个该多少钱，让大家也知道，就是一个酒袋，50块钱。对，感谢，我马上回来。爱你，老板。感谢，谢。这边哪里有卖水果的？前面走大概20米就是卖水果的。太好了，我去买点水果。热情的呀，我感觉我在武汉很难能把钱给出去，真的。来吧，你们好，我要给朋友送点水果，有没有礼盒？有，你给我安排美美的礼盒。好，保证你满意。感谢。来吧，哎呀，还放烟花是不是？太感谢。好。再见。这不好。不是，这个是小心意，你们一家人吃。哎，这样就不好了呀。不是，真的是你的心意，真的。我意思是，你们吃的时候能想起我，真的好不好？你给个面子。谢谢了。感谢。越来越好。如果有人看视频来吃好吃的，你多照顾一下。好的。再见，谢谢。家人们，所有没有胃口的，想吃点东西不知道要吃什么呢，又想吃好吃的，标题那种，就这个牛肉萝卜汤真的很不错，还有那个鸡肉鸡汤，一个比一个能打。哔哔呀哈哔哔，你们好，很荣幸，当然可以。你小心，有点下雨了。谢谢。哇，你本人好帅呀、啊！哇塞，老板呀！可以了。谢谢老板。我了个去！好，再见。哇塞，下雨了，老板跑那么远给我送伞，太有爱了，真的。我了个去，我都快疯了。家人们，今天老王花了50块钱，他们不让我给，你们觉得贵还便宜？爱你们，祝你们平安，祝你们快乐，我们明天再见。